说你们两个呀，那长得是猪脑子呀，我刚离开这一会儿你们就把姚老板给气走了，还戳着干啥？追呀。哎呦，这不是高少爷吗？你看你看，昨儿怎么不多玩一会儿再走啊？这是2000两银票，这杨家母女我可以带走了吧？坐下坐下坐下吧。嗨，既然是老熟人了，我就不跟您卖关子了啊。这杨家母女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买进来的，您既然来赎他们，那就该知道他们的身世可不一样。不瞒您说，我本打算在他们身上赚一笔的，这杨二娥接客的定钱我都收了，您说您要带走他啊，那我这生意可就不好做了。卑鄙！哟，这位爷，这话可不中听啊啊！我们这地方就是吃这碗饭的，再说了，没有你们这些男人到我们这儿来玩，我们这些姑娘上哪儿吃饭去呀？您说呢，高少爷？你别这么多废话了，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得，您是个干脆人，那我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杨家母女可不是一般人，这2000两银子嘛，恐怕是不行。哎，不是说好2000两吗？你想反悔啊？怎么了？哼，这金子还一会儿一个价呢，何况仨大活人。那你说吧，要多少钱？3000两，3000两，我立马让您带人走。那这样，这2000两呢，你先拿着，剩下的1000两，我明天派人送过来，人我先带走。呦呦呦，我的大少爷，您可真会跟我开玩笑啊！您说，有把这大姑娘拉回去睡一宿，这第二天再下聘礼的事儿吗？啊？这块玉，少说值2000两，你拿着吧。人我可以带走了吧？嗯。得，我呀，这就给您带人去。姐，二娥，你不能去，你这是要了娘的老命啊！姐，娘，如果这样能够让您和三娥平安的话，我去。不行啊，姐。行了，别哭哭啼啼的了。也算你们有福气，杨老爷子地下有灵，有人赎你们来了。赶紧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，走吧。哎，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谁来赎我们了？夫人，全哥，二娥、三娥，你们受苦了。黄泉儿，娘，让我们怎么谢你啊？夫人，快起来。夫人，是高家的高大人让二少爷来救你们的，你要谢就谢他吧。杨夫人，二位小姐，家父高敬堂受杨大人嘱托，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。这不，黄泉正巧送信说你们在这儿，他命我立即赶过来把你们接出去。我们母女谢过高大人。哎呀，夫人，小姐，谢过二少爷。我怎么能受你们如此大礼呢？杨大人是我们高家的恩人，照顾你们是我们高家分内的事情。夫人、小姐，咱们收拾收拾东西走吧。好，娘，别哭了，咱们不哭了。你一天到晚的看书，这书就这么好看？拿来。不给，陪我说会儿话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是你老婆。当然有话说了，你们男人就是这样，对老婆一副冷脸，留着那热乎气儿去捂人家的脏被窝。哎，你把嘴放干净点啊！你好歹也是大家闺秀，平白无故的说那些没脸的话干什么？我怎么没脸了？我在高家安分守己，从来没有做过半点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没脸的是他们俩，看他们怎么收场。住嘴！我告诉你啊，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。你要是再跟下人胡说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胡没胡说，你心里最有数。你是个好脾气，就知道对老婆厉害。哼，你那二弟
从来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就差骑在你脖子上拉屎了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们是亲兄弟，哪有什么谁骑在谁头上拉屎的事儿。亲兄弟，只怕你这么想，他不这么想。哎，俗话说，长兄如父，人家都是长兄当家，高家倒好，老二当家。那你想怎么办？啊？反正这个家我不想当，你要想当，哎，你跟二弟闹去，你看他让不让你当这个家？就算我没那本事，可他当家的日子也长不了了。老爷回来了，都得老老实实的，什么都霸着的好日子，长不了。高大人，大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快请起，快请起。是高某人迟了一步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高大人救命之恩，我们母女感激不尽呢。我答应过杨大人，要照顾好你们母女三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有我高敬堂在，你们绝不会再受委屈。高大人救我们母女于危难之中，我们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。夫人，是我欠你们的，没有杨大人，我现在恐怕早就做了刀下之鬼了。夫人，我把康元兄给您带回来。救出来，让你爹放心的去吧。爹，我们母女现在已经平安了，您就放心的去吧。爹，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娘和姐姐。老爷，东院的房子已经收拾好了。夫人，临时准备了两间客房，你们暂时将就一下，日后我再买一套大一点的院子，你们再搬过去。难为高大人想得如此周到。夫人太客气了，以后就拿这儿当个家。黄泉啊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是啊，黄泉哥，你娘还在家等着你呢。好，夫人，二阿三阿，那我先回去了，等明天我再来看你们。嗯，娘，我去送送黄泉哥。娘，黄泉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昨天早上才赶到。我要是早回来几天的话，你们就不会受这么多的苦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现在还在衙门里当差吗？不了，我在衙门里当差，完全是为了跟随杨大人。如今杨大人不在了，我也不想再为朝廷当什么差了。那你知道我爹犯了什么罪吗？他们都不告诉我。你爹什么罪也没犯，你爹是天底下最好的官，最好的人。娘也这么跟我说。那皇上为什么要杀我爹？我真恨死那个皇上了。三娥，你记住，这些话可不能随便跟人说的。有些事情等你长大了，
自然就会明白。长大？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。是啊，三娥都长成大姑娘了。哎，黄泉哥，你这次不走了吧？不走了。太好了，等过一段时间，我们搬了新家，你和你娘也搬过来和我们一块儿住，咱们还像一家人一样。好，那我走了，你也回去吧。嗯。啊。黄泉哥，你明天一定要来啊。好，你回去吧。小红，小红，哎，哎，哎，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做梦了，梦见老爷掐着我，他要掐死我。哦，太太，您这只是个梦啊。回来了。嗯，娘呢？哦，睡了。黄泉哥走了。嗯，吃点点心吧。我还真是饿了。高家二少爷可真是个细心人，这么晚了还派人送点心来。嗯，哎，姐，你说这去过翠月楼的男人里面还有没有好人啊？你怎么了？没完没了的问这话。哎呀，你就跟我说嘛，你说去过翠月楼的男人到底还是不是好人啊？去过翠月楼的男人当然不见得都是坏人，你看黄泉哥还有高家的二少爷不都去过吗？可他们是为了救我们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嗯，有道理。这么说，如果他们不是去救我们，他们就不应该去那种地方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刚从那地方逃出来，你倒是又提个没完。哎，对了，姐，你身上的伤还疼吗？啊，我没事了。哎，你呢？你比我多挨了几鞭子呢。没事儿，我一点都不疼。姐，我觉得那个高老爷真是个大好人。三娥，以后我们要好好的报答高家。嗯，快吃吧。老爷，您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啊，习惯了，在巡抚衙门里，都是这个时候起床。老爷，在衙门里这么多年了，回家来也该享享清福了，何必还起个大早呢？你去，让陈妈给我倒茶来。是，老爷。二少爷，这个放哪儿啊？放那儿。哦，好好好，这个也放那儿。哎，好，这放那儿。啊，二少爷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啊？这个柜子有点旧了，去换一个，到东屋拿一个。啊，是是是。二少爷，喝口茶吧。啊，三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是我们家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你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我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我是大人了。是吗？你那天也是这么说的啊？那天？对，你是说在翠月楼那天吧？三娥，有件事情我想问你。嗯，你说。我到翠月楼的事儿，你没跟别人说过吧？当然没有了。我那是第一次去，是别人拉着我去的，我保证不会再去了。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真的。那太好了。对了，你爹原谅你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那天你不是跟我说你因为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爹的事儿，所以才不敢回家，跑到翠月楼去的吗？我说过吗？嗯，当然是这么跟我说的了，你忘了？看来你是没有去跟你爹认错吧。哦，那是开玩笑，你别当真。开玩笑？是。二少爷，
二少爷啊，舅姥姥和舅姥爷来了，说是给老爷接风道喜的。好，那我去了。嗯，谢谢你的茶。哎，早上好。哎，早上好。听说昨儿晚上老爷把杨家人给接来了，就是那个杨康元的老婆和女儿。这会儿啊，陈妈在后院正打扫呢，听说老爷要让他们住在后院。早上好。还说要给杨家买房子呢。哎，你倒是听见没有啊？哎，你说老爷和杨家什么关系啊？都说杨康元救了老爷子的命，是不是真的？老爷对杨家人太好了，我娘家来人他可从来没这么招待过。哎，对了，我还听说老爷子是花了3000两把杨家母女从妓院里接回来的。哎，你说这妓院的人都到高家来了，老爷子也不怕丢面子。哎呀，我说柳秋莲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少说两句。哎，你给我闭嘴，要再说我把你舌头给你剪了。啊，早上好。舅姥姥请用茶。我说你身上长虱子了，你乱动啥呀？你说我穿这身衣裳能见高家老爷子吗？你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你是谁？咋了？你是媚春的舅妈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也就是老爷的舅妈，哪有舅妈管外甥女婿叫老爷子的？那我总不能叫他外甥女婿吧？哎，他可是比咱们年纪还大呢。年纪再怎么大，他也是晚辈，他也得喊我一声舅舅。哎，你说咱们是不是来早了？哎呀，你看你那副穷酸样，你来了不就是给高家面子吗？我咋穷酸样了？啊，你清高，你还不是为了巴结人家高家才把媚春嫁给那老头子的？我爸在高家，那媚春不嫁过来，咱们能住上那么大的房子？你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，不知好歹。舅老爷，二少爷，哎呦，舅老爷，二少爷，哎，我们知道老爷回来了，我们是特地来道喜的。是，舅老爷，您太客气，请坐。哎哎。您二老都还没吃早饭呢吧？哎呀，没呢，一大早就急着往这儿赶。我们啊，秀儿，秀儿，哎，到厨房准备点点心送来。是。二少爷，不用麻烦了，咱们都一家人，不必客气了。是啊，不麻烦。老爷昨天晚上睡得晚，他可能不起来吃早饭了。我们啊，也是在各屋吃过了才来的。啊，二少爷。老爷挺好啊。啊，挺好。啊，我们没去媚春那边，就是怕影响老爷休息。啊，老爷他昨天晚上没在那儿睡。是不是媚春又闹脾气了？闹恐怕还是要闹的，但是最好不要闹到老爷那儿去。这死丫头。啊，二少爷，你别着急，我一会儿过去教训他。程东，你，程东啊，这不老爷吗？我正要找你呢。爹，哎呀，几年不见，老爷身板还是这么硬朗啊，这可真是咱们高家的福分呐。是是，你们也都挺好的。啊，挺好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是，爹，您忘了。
这位是二姨娘的舅舅吴先生。哦，这是舅姥姥。是舅爷和太太，你们来了。知道老爷回来了，我们是特地来道喜的。我这把年纪也该告老还乡了。老爷回来就好，高家还会气派，还会兴旺吗？啊，哎，程东，那个，你先安排舅老爷和舅太太歇着，我去看望一下杨家母女。爹，那边我都收拾好了，我这边安排完了之后就过去。好，啊，你们先坐，啊，坐。舅老爷，啊，您和舅姥姥先到妹春的房间里去歇着吧，等吃中饭的时候啊，我派人去请你们。啊，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老爷这两天刚回来，累得很。这不，他故去好友的妻女又搬过来了吗？想必是忙昏了头。他前天还跟我提起你们呢。啊，提了吗？啊，提什么了？他说呀，改天呀，请你们二老啊过来吃顿饭，哎呦，一起聊一聊。哎呀，我说老爷惦记咱们吗？哎呀，小祖宗，你别捣乱了，没捣乱。娘，高大人来了。夫人，高大人，休息的还好吗？哎，您请。二娥，快倒茶呀。哎。您请。你说说啊，我是不是高家的舅老爷？我来了居然没人陪，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，这高家还有什么脸面呢？哎呦，哎，又不是人家请你来的，我就说人家老爷刚回来，家里肯定忙的，可你偏要今天来。我是老爷子的舅爷，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哎呦，老爷请喝茶。好。夫人呐，你那两个女儿好啊。高大人过奖了，他们的大姐死得早，这两个闺女就更让他爹给惯坏了，尤其是这个小的。康元雄在牢里还念叨着三娥呢，说是过了立秋就是三娥的生日。是啊，爹每一年从来都不会忘记我和姐姐的生日的。啊，夫人，您看这里还需要什么？不缺了。那下午我再派两个老妈子过来。啊，高大人您太客气了，我们用不着下人的。老爷，我可以伺候我娘，再说还有我呢。这两个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呢。二娥也不小了吧？啊，可不是嘛。也该许个人家了。他爹不在了，二娥的事就全凭高大人做主。二娥这么好的姑娘，哪家娶了她做媳妇，那可真是有福气啊。高大人可别夸了，这闺女啊不禁夸的。鞋面绣得好啊，是夫人的手艺。哪儿啊，这是二娥绣的。这丫头啊手巧，天凉了说给我做双鞋，这连夜就给绣上了。这可真是难得的好手艺啊。老爷如果不嫌弃，我也给您做一双吧。以前我爹的鞋都是我给做的。好啊。太太，舅老爷和舅姥姥来了。来来来，您二老坐，我倒茶去。妹春啊，啊，来。哎呀，哎，这老爷刚回来，脾气见长，还端起太太的架子，也不和舅舅舅妈打招呼，不给面子吧？这不是。舅舅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我哪配拿什么架子？哟，哎呦，这
这谁惹咱妹春不高兴了？有什么可高兴的？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舅舅您说，我能高兴得起来吗？美春啊，舅舅不是不知道你的痛处，那我和你舅妈也是担心你，这不就赶紧赶过来了吗？哎呀，是啊，没想到舅舅这么疼我。你这话说的，我跟你舅妈没儿没女的，那不疼你疼谁？疼我？疼我你还把我嫁到高家？疼我你还忍心看我过这样的日子？哎呦，好孩子啊，别生气啊，都是我们不好。舅老爷、舅姥姥，哎呀，我说啊，您二位快劝劝太太吧，她这些天呢，这心里啊苦着呢。知道知道，你快说说。美春啊，舅舅不是不心疼你啊，我不是不知道你的苦衷啊，你得动脑子。我们再怎么疼你，总归隔着高家一道门。我跟你说，美春啊，你要是真聪明，就该让高敬堂疼你，有老爷子护着你，那你在高家还不想干什么呢就干什么吗？啊，老爷，您喝茶。陈妈，你等一等，去吧。老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我想和你聊一会儿。老爷，您要跟我聊天？你坐。啊，谢老爷。你也是高家的老人了，太太去世以后，家里的事情我也没个人商量。老爷，您是高家的主人，家里的事情什么时候还不得是您拿主意啊？陈妈，有些事情我得问你。老爷问吧。我没在家这几年，二少爷还规矩吗？老爷，二少爷的事情您怎么问起我来了？你得跟我说实话。啊，二少爷很能干，家里家外的事都靠他管着。这些年他有没有不懂规矩做那些花花草草的事情？好了，我不难为你了。我知道程栋是个规矩孩子，我只是觉得他年纪也不小了，该给他成个家了。啊，是啊是啊，二少爷是不小了，是该成家了。那就赶快给他办了吧。老爷为少爷看上哪家姑娘了？还是要找个媒婆来呢？这眼前就有一个。眼前？二娥是个很不错的姑娘。哦，是杨家的二娥小姐呀。这孩子模样端庄，性情也好，是个大家闺秀。我答应过杨大人要照顾好他们母女，这二娥要是做了高家的媳妇，也算我兑现了对杨康元的许诺。你还怎么让我跟他做夫妻？我可不会演戏啊。不是，这怎么能是演戏呢？你们俩不本来就夫妻吗？怎么你也这么说？难道你们男人对做过的事情都可以轻轻松松地忘掉吗？我可办不到。你还能怎么着？你还真想把事情捅到老爷那儿去吗？他要知道了更好，反正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我说妹春啊，你真的什么都不在乎啊？啊，你想过老爷要是知道了你们的事情会怎么样吗？休了你是轻的，他虽然被罢官，想要整治咱们这样的人也是轻而易举。就算老爷放你和高成栋一起远走高飞，那高成栋就真愿意跟你一起走啊？我看你真是糊涂啊，你非要弄得鸡飞蛋打你才高兴啊。那你说怎么办嘛？
哎呀，美春啊，美春，我的好外甥女儿，这回你可得听我的。这天底下谁能真心帮你？还不我跟你舅妈吗？哎、就是啊，美春儿。北方的棉花按照南方加工成布，再返销到北方，这运费就占了几成。如果能在本地办一家纺织厂，那您就发了大财了。这账您算算。不知办一个纺织厂要多少钱？买一套机器10万两，再加上流动资金，有20万两，这就足够了。只要这机器一转，白花花的银子，那就会像水一样流进家里。哎，这可是本薄利厚的买卖啊！高老板，您还犹豫什么呀？我要是有您这样的家底儿啊，这纺织厂早就办起来了。那行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这机器到底怎么进？只要机器一落实啊，我就立即办厂。行，喝酒。舅老爷，您来了，怎么也不上屋里坐坐去？没事。哎呀，我看大少爷是越发仪表堂堂，啊，大少奶奶也是容光焕发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儿啊？啊？哟，您来了，这还不是喜事儿啊？哎呦，大少奶奶，这我们家妹春多亏了有您照应着啊。舅老爷，您过奖了。二太太是我们的姨娘，是长辈，都是她照顾我们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老爷，你还留我们吃饭，真是太客气了。舅老爷，舅姥姥，你看这上午一直忙，也没时间陪你们说说话，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哎，老爷，您哪儿的话呀？这，两位坐吧。啊，哎，老爷，哎呀，您总算是回来了呀！您一走就是3年。可苦了我们妹春了，这丫头是天天盼着老爷回来呀。哎，难为妹春年纪轻轻，还要帮我料理许多家事。嗨，这是她该做的。妹春是高家的人，那为高家做事儿，那是她心甘情愿。你说是不是啊，妹春？老爷，人都来齐了，咱们开饭吧。等会儿吧。我叫人去请杨家母女了，你们也该见见。杨康元是我的生死之交，以后对杨家母女要以礼相待。程栋呢？哦，二弟和生意上的朋友有应酬，不回来吃饭了。老爷真是太客气了，老爷吩咐我们了，你母女也都不是外人。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我们去做。高大人这么客气，我们怎么好意思呢？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反正早晚也是一家人嘛。姐，请吧。来了。高大人。夫人，来来来来，快请快请，请请请。我来介绍一下。这是程业，我的大儿子。啊，这是大儿媳。这是妹春，我的田房太太。啊。哦，这是妹春的舅舅、舅母。瞧这俩姑娘，长得可真标致。大少奶奶真是过奖了。三娥还小吧？啊，我不小了，我已经长大成人了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你们大家都记住了，三娥已经是大姑娘了，谁要是再记不住，那三娥可要跟你们恼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多吃点，好吃吧？高大人可真是好人呐，他连夜把杨家母女给救出来了。要不然他们母女又要挨顿打。看把你高兴的，别光顾着说，快吃。嗯，凉了。娘，待会儿吃了饭啊，我想去一趟高家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我看您待会儿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我就别去了，毕竟是高家，不是杨家。那天呢，你把他们母女们接到家里来，不就行了吗？哎，好。少奶奶，
真的。嗯。你没听错吧？是陈妈亲口跟我说的。哼，怪不得刚才我开了那么一副牌。哼，这回可有好戏看了。我看不见的。那个林媚春知道老二要娶媳妇儿，还能不闹？要是过去吧，倒是有可能。可现在老爷回来了，谁都不傻，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哪有点新媳妇儿的样子呀？啊，整天拉了个脸。哪个男人爱看你这副脸呢？新媳妇，我哪儿新啊？什么新东西放了三年，也都成旧的了。你这孩子，这些事还用我教你呀？美春啊，我的好外甥女儿，不是舅舅夸你，就凭你这模样这身段啊，还怕老爷不喜欢你啊？美春啊。一会儿你去把我带来的那些礼品给老爷送过去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，我正好跟他聊聊那个那生意上的事儿。哼，您行了吧？您有什么生意上的事儿好聊啊？哎呀，美春儿，美春儿，你看，你舅舅那木材铺不是关门了吗？你看我也没毛着什么这新差事，哎，美春儿，高家那个名古斋有没有空缺啊？您省省吧，您能干什么？还想去名古斋？你怎么糊涂呢你？你当我进名古斋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家吗？老爷这回一回来，二少爷都得把大权交出来。以后家里的事都得落到你手上，是不是？美春啊，那我再找个差事，咱们一内一外，那好处还能少得了啊？您想的倒挺美的，他高敬堂能把高家交给我，就算老爷答应啊，柳秋莲也不会放过我的。这三年急得头发都掉了一大把，这老爷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他还指望着他自己能当家呢。我说那柳秋莲又能怎么样？他不高成业的媳妇儿吗？那高成业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男人不争气，他一个女人再怎么折腾也是白费。我看老爷也不见得喜欢他。嗯，我看你这回算明白了。美春儿啊，在这个家里把老爷稳住了，把他伺候好，伺候舒服，那是正经事儿。康远这么做，也是不愿意连累高大人。他一条命换两条命，也算值得了。夫人，您如此深明大义，真是令人敬佩。黄泉，大人最后说什么了没有？我曾经买通过狱卒，见过大人一面，大人没有半点畏惧之意，反而还劝我不必难过。说，人都有一死。他这辈子上对得起朝廷，下对得起良心，已是死而无憾。只是他这一走，就留下您和二娥姐妹。他唯一对不起的，就是你们母女。你走得太早了，你连我们两个女儿的喜酒都没能吃上。夫人，
今后由黄泉照顾你们母女。别老拿了你张脸啊！这些药不够，再过来拿啊！要不然老爷不开心，你说这那咱们这……二太太，舅老爷、舅姥姥，你们走啊！怎么也不多住几天呢？不住了，我们走了。家里还有活呢，烦您跟老爷通报一声啊。怎么，没到老爷屋里去呀？去了，老爷睡了。哦，你二位慢走，有空常来坐坐。哎，好，慢走啊，你回去吧。这高家的一个下人也跟主子似的啊。哎，请我来坐坐，难不成人家让您以后别来了？哎，还不是因为你，你要在高家有头有脸，你就能受这个气。得得得，您还是别指望我了，赶紧上路吧，一会儿天就黑了。那个，哎，那个杨家那小丫头怎么瞧着眼熟啊？哦，是老爷把他们救回来的。杨家老爷死了以后啊，他们被卖到翠月楼了，是老爷把他们给赎回来的。巧了。什么巧了？